又来个难搞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这从哪过来的？从内蒙来的呀。从内蒙古吗？对呀、啊。特别过来做个法律。对的呀。有一个铁粉被我拿捏。你的这个脸型啊，五官还可以啊，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体脸型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额头，知道吧？额头是你最致命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把额头帮你解决掉，这块给你解决掉就可以了。额头的话太高了，帮你修饰掉啊。那等一下我们成都的话，我帮你定到这个位置，可以吧？就这个位置是比较适合你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一块帮你拱起来一点，两边的话稍微放下去一点，它能修饰到你的额头，然后增加我们脸型的一个立体度的，看起来就更加协调，好吧？可以，反正就是接下来的操作你就交给我就可以了。优雅永不过时，我不得不知你。